嘉义市社区大学好自然农业社暨好自然服务团今仔日举办年会，同时也特别举办优良农产品竞赛，鼓励学员把自家生产的农产品变成既高水又个充满趣味性了后参赛，现场也出现真侪新奇的造型。嘉义市社区大学伫今仔日举办年会，自然农发班班长龚金山表示。农发班已经创立18年，在今年特别举办优良农产品竞赛，除了是让学员来联络工程以外，同时也能分享自然农发的心得，也透过比赛来增加趣味性。我们自然农发班成立18年，我们大概在5-6年前就开始筹办我们的一个像一个社团法人的那个年度活动所以我们每年大概都在10月中我们就会筹办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年度活动这个活动重点是同学180个同学的一个联谊啦另外也是我们展现我们安全蔬果，我们两位老师教的有机农业就是不用化学肥料，不用化学那个农药那我们种不同的蔬菜水果也可以种得很漂亮。自然农发班创立满18年，也另外创立好自然服务团来进行社会服务，今日也有很多人来参加。社区大学指导老师侯安庆表示，除了在嘉义有一块农地让民众来参与种植以外，今年也提高种植技术来种植高经济的作物。好，各位观众我跟张三位老师是这个嘉义市社区大学自然农法分享班的指导老师。我们这一班从民国1995年开班一直到现在已经满18年。那我们这一班呢有一块农地呢就是在旧的志航国小的旧校区，我们开辟成一个小小的袖珍型的农园那里头有很多设备包括育肥，包括菜圃，包括停车场，还有视听教室等等。那我们今年特别我们有推广种植就是网纹洋香瓜这个是一个比较高门槛的早期我们学员刚进来我们都是种一些很简单的空心菜罗曼大陆妹之类的。在现场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农产品，除了造型特别以外，也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样的农作物，也可以看到自然农法推广的效果。世新新闻嘉义市李奕娇采访报道。Get up on your feet, 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So good, so fresh. On your feet. Yeah.